且在前面的话，这真的是一个天选生米，仿佛注定就是生米。与其说是入坑了，不如说是唤醒了原本的记忆，整一个离奇甚至带着某种玄幻的感觉在其中。结果虽然来得有些迟，但却让很多生米有一种羡慕嫉妒的感觉。这个生米的经历也让我相信了天注定三个字，真的值得所有生米认真看看。粉丝二十，一场大梦如梦，一场大梦，没错，就是一场大梦。应该没有人比我的入坑方式更奇怪。在做这个梦之前，我还不是生米，只是纯路人，歌单里有两三首他的歌，觉得蛮好听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且当时有别的推。后来的后来，正式成为生米之后，存下来了这个日期。以下将贴出一些我存在自己的文档里的，对我来说非常宝贵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，也算在这里进行一个留念。2023年1月19日，我在梦里做了个梦。我不是第一次见周深，早在国家宝藏的时候，早在歌手当打之年的时候，早在深入人心的时候，早在大鱼的时候，早在蒙面唱将的时候，早在好声音的时候，我至今觉得很神奇。我能回想起小时候在电视节目上看见你时，我的每一个心理活动和细节动作，包括你的深入人心，你进场的时候那个表情可真亮啊。几乎是从2015年到2023年，我和你错过了又拥有着8年，那个梦是完全的意外以及意料中的美好，似乎是在夏日歌会的舞台上，我站在台上，你坐在台下，从身后打来的暖黄色的灯光都同你环绕。我记得我好紧张，左顾右盼，竟然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不过啊，梦里的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，身边有一位姐姐笑闹着把我往前推了一下，指了指你的方向，我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，你也看着我笑意盈盈，好像是从很远的很远的地方，我猜测是从小王子的星球上带着玫瑰香气裹挟而来的声音吗？深深，我听见我自己这么喊。哎，你从椅子上蹭了一下弹起来，兴奋地招招手，然后奋不顾身地向我跑来。我感觉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不清晰的，可我好像并不太熟悉你，毕竟在这之前我确实没怎么了解过你，但是在你跑向我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我们早已认识半生。周围好像变得安静，人群仿佛渐渐散去，灯影汇聚在你的眼眸，我只望见秋水一红，你穿着白色西装，上面用月牙白的银丝线绣着兰花草，我只想到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我轻轻取下口罩，朝你笑笑，你也朝我笑笑。说起来，也许我们从未错过，因为在你叫卡布的时候，我虽然不认识你，可是我的笔名恰好是布丁。在你是周深的时候，我就是生米。哈利波特、小王子和玫瑰花，这些元素都很巧合吗？恰好都是对我非同寻常的，也是对你非同寻常的，是吗？是后续成为生米之后对这个梦境的记载，省略版，细节我要自己回味。还记得当时醒了过后，我说啊，刚梦见的是周深吗？怎么会是周深？可是我又没怎么看过周深啊。现在想给当时无知的自己一耳光，如果你可以预料到时至今日你有多么喜欢他的话，他带给了你多大的力量的话，你醒来之后一定不是疑惑的，而是满足的。过了两天是2023年的春晚，第一次听到《花开忘忧》这首歌。讲道理，在那个感情有些充沛的梦里之后，其实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看见周深老师，因为梦里像是很棒的密友，但是他对我来说又太陌生了。可是我在《花开忘忧》里听见了，在梦里做个梦，那永恒也没有，离散也没有，这份爱只是活在不同时空。如果每一生再会将开启一个新的空间，每做一个梦是时空偶尔的重叠。原来你对时空重叠的解释是做梦，通过梦的这个媒介，我们在这个看似不会有交集的时空里注定相遇了。对不起，我是一个有一点喜欢自己脑补的 INF， 突然感觉好像他上辈子真的是我非常好的朋友，我们太久没有见过面了。故事还有后续，以及途中又梦见过周深老师几次，内容不再赘述，我依旧选择自己保存。2023年3月15日，救命！今天心理课的主题是人生重开模拟器，我好崩溃。老师准备了很多新的命运来抽签，作为每个人的新命运，几乎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抽走的会成为新的人生轨迹。大家抽的千奇百怪，什么父母蹲大局或者去世的，也有幸运的，
中5000万彩票什么的。那深深，你要不要猜一猜我抽中了什么？出身农村，父母在外务工，因长相声音秀气被同学排挤，高考失利。我拿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，还好不是天崩开局。我的反射弧说来很长哦。我朋友问我的是什么，我还给他看了，我还说我觉得还好，我到这里的时候都还没反应过来。结果突然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，喉咙被堵住了一样。我拿着这张小纸条左看右看，我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发出的声音问我的朋友，这是周深吧？我这个是周深吧？太像了，我真的很崩溃。最后被老师告知是有原型的，有一些人生卡是有原型的，大部分是杜撰的，小部分是有原型的。我一直在期待老师念到我这一个，我害怕是你，更害怕不是你。第七个原型，我朋友比我更着急，他问，是周深吗？在那一刻，我整个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等待老师回应的那一刻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。他点头，然后说，是周深。在这一刻停止运转，我愿称之为我的人生难忘瞬间。口袋里几乎有100多张纸条，一定要这么巧。老师让我们续写人生故事的时候还没有公布原型，我就直接按你写的。有一种力量指引着我，深深，你知道吗？我站在这个起点，或者我说，让我以你的视角来看看这个世界，这是你来时的路吧。结果我是真的没想到，有原型，里面100多张，有原型的大概有10多个。我感觉周深这个名字从我老师嘴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我是在耳鸣的， CPU 都干烧了。我越看越不对劲，我说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，父母在外务工之后把他接到贵阳上学，上学期间因为变声期把他遗忘了，被同学取了很多难听的外号，高考失利后前往乌克兰学医。我说这里也能碰见周深吗？这里也能碰见你吗？好巧啊，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。对我来说，我悄咪咪说自己是天选生米，之后开始认真考古，发现好多舞台都是我看过的。可恶，之前一定是缘分没到，缘深情浅了，还好现在最终是缘深情也深。遇见周深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，我想我的生活也从此开始明媚起来。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，祝愿各位迷子们的生活都和光同尘。好好的睡一觉，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，在夕阳下奔跑，日子扬起微笑，美好生活尽情的舞蹈，好好经历长大，好好陪你变老，好好的记录，好好的美好。